一身粉红洋装展现好气色，拥有甜美笑容的艺人林可彤，儿子已经8个月大，谈起妈妈经滔滔不绝。因为宝宝他是每天24小时都要包着尿布，然后台湾的天气又这么的闷热，所以最重要的会最在乎的是透气度，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有感觉很多不同的品牌，我觉得日系品牌会比较柔软，所以如果我在挑选的时候都会以日系品牌为主。挑选尿布最重视材质，为了抢攻市场商机，有业者就特别在信义区打造大型的 AR 互动体验馆，透过游戏让妈妈们能够感受高湿闷热的尿布环境，很有趣，然后也可以了解宝宝屁屁里面那种很闷热的感觉，就是我们能感同身受。像宝宝的肌肤比较容易有状况，所以像是尿布跟衣服的材质，我都会选比较透气的。除此之外，现场还有工作人员亲自示范透气实验，希望透过体验行销吸引人气，也拉抬销售业绩。下列新闻，林文富、徐云伟台北报道。